哇塞，可爱的兔纸杯从天而降，一二三四，一共四种颜色，红色、绿色、黄色、蓝色。OK， 兔子杯的盖子一一打开了，小手轻轻按了两下红色开关，好多红色的小积木出现了，装了满满一杯子。Red， 红色。接着，小手按下了绿色开关，很快，绿色小积木也洒落下来了，又装了满满一杯。Green， 绿色。小手又出来了，他按了按黄色开关，黄色小积木就噼里啪啦掉下来了，杯子很快也装满了。Yellow， 黄色。接着，小手按下了左边最下面的蓝色开关，很快刷刷地出现了很多蓝色小积木。Blue， 蓝色。太好了，四个兔子杯都装满了。任务完成一半，橙色、紫色、粉色、棕色，又来了四种颜色的兔子杯。接着，兔子杯盖也一一打开了，再装满这四杯，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小手再次出现了，他按下了橙色开关，好多橙色的星星积木洒落下来了，装了满满一杯。Orange， 橙色。接着，小手按下了紫色开关，很快，紫色小积木也哗哗的下来了，杯子又装满了。Purple， 紫色，就剩两个杯子了，加油！粉色开关按下了，洒落下来的小方块很快也把杯子装满了。Pink， 粉色。最后，小手按下了棕色开关，滚落下来的小积木在杯中噼啪作响，好听极了。Brown， 棕色。太好了，任务完成，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啊！拜拜。